搞坑啊！
On key 啦。黑毛黑，我摸嘞。不掉了，他走了，啊，哦，好了，拜拜。啊，这个溪堤不太摇了，现在去别的地方看一下看看吧，有够热的，也有可能不掉了，再观察吧。整个地形来讲，算是蛮有规律性的，可以试试看。
拜。